露露的本名就叫黄英。他们有增加了，有增加了，两分了。你人生就走在那个中间点，有什么意思呢？有时候要勇敢的冒险呢。人生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冒险。哎，三分，小球，三分球。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？好，又行。慢热的。这样很直觉的。相信你的直觉。你再唱一次给他。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？慢热的却停不了，还在沸腾着。恭喜答对，来来，慢热的得一分哦。下一题，请出题。那朵玫瑰没有荆棘，没有荆棘。等了等，等了等，等了等，等了等。好，下一题。哦，这个难，太难了啦，这太难了。我有蜜大腿，哎呦，我还有露露腿。我有蜜大腿，我还有露露腿。这是，哎，这么红的歌哎，啊，原唱人原本解答。我有蜜大腿，我还有露露腿，柔柔的你捏起来才最有感觉。到题目，出题。到现在还是深深的、深深的到现在还是深深的、深深的爱着你，是爱情的、友情的都可以，是吗？你可以用五百来唱爽。不要心虚，不要心虚，深深的爱着你，是爱情的、友情的都可以。对呀，好，恭喜，相信自己。现在有两个人有一分了，我们下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加油！一寸光阴一寸金，行行，来，一朵昙花一朵云，恭喜大家，十分了，猜歌达人的那个，好，来看一下喽，好，猜歌达人。外国人都会唱，连老外都会唱，这个关键字，我有一点希望，这应该就大热歌了嘛。好，下几分？哎呦，五分，五分，五分，确定吗？因为我觉得他们贪心。OK， 对，哎，他们说看我们没有。好嘞，你们看人家没有，五分五分这样。你知道下几分？六分。哎，对，我都没有一个直接十分的给嘛，对不对？请出题。我怪他，你要下十分的，你有点主观了。接唱呢，留点台语。为什么外国人都会唱？怎么可能呢？因为有外国人唱过。对啊，请问一下，这个歌歌名知道吗？对啊。好，这个歌谁唱的知道吗？天哪，你们应该唱十分的，所以就不用浪费时间。请原唱人告这首歌叫做《黄以玲零星的瓜》。哇，所以当然你们知道，露露的本名就叫黄以玲。而且是他的招牌歌，是是是，来帮我们演唱一次，来 music。几首歌唱完就会散，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。有时阵为着度生活，就爱配合别人心情。几首歌唱到心拢破。最难的。
的神的境界，看一下，关键字是金曲歌后，来几分？十分，好，来漂亮，哎，金价跨林博，看你们没有，没有，高潮，终于有人八分，好来，可以，来来来，那我们就嘛，我们就十啊，对吗？十分，十分，漂亮，这一题对你们来讲28分哦，很，你们如果答对就疯掉了，答对28分叼走，而且来回，来看一下金曲歌后的歌，出题，接唱，接唱。先爱吧，这句是简单的，这句是简单的。马小凡的7024688歌，十二个字。张惠妹的歌真的词都超难的。好，但是这首后面是好接的。对对对，哎，我觉得副歌都一样。我们直接请原唱来帮我们唱。那本，动物不都这样，遇到欲求不满。一旦欲求不满。你剩下56分了。要求，一来一往，没关系，还有人要当窗，没错，还有，再咬，我阿妈都会的关键字是工具人的悲歌，工具人，没有什么提示啦，对啊，是什么提示？几分？1分，反正就是很简单的歌，你差一分。你的人生怎么那么对于爱情，你也不敢孤注一掷吗？对呀 ，OK 啦，啊，雨欣，我两分，哎呦。他们有增加了，两分了。你人生就走在那个中间点，有什么意思呢？有时候要勇敢的冒险呢。人生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冒险。哎，三分很紧绷了，没有一分就是冒险，那冒险已经很冒了，很冒了。三分，啊，来，工具人悲歌，一飞，他们不管对不对，你们都是要输了，那你不如就10分，是啊，那就10分啦，对，10分，好 ，OK， 漂亮。吴又希他们下几分，我们就几分，对，三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3分，好，请出题。接唱。竟然林俊杰，你专场给他这个，好简单哦，哎呦。冠军在这里哦！该体谅的不执着，恭喜答对，厉害厉害。